我是女武是女神。武神。哎呀，女武神太烂了。出发。如果那个女武神有导弹的话，就很厉害。除非是那个驾驶有导弹的话。驾驶什么都没有啊。对，我如果他有一个导弹的话，我他就比那个野人还要强了。你要全部六神一台多少啊？285万。好贵。285，家可以买一台。你买你会后悔？没有啦，我几乎全部的飞机都买，只有黄金跟女武神没买而已。太有钱了。没有好吧？一定是，那你本身你是成天就在玩这个，没有玩其他游戏。哎呀，我几乎没有玩其他游戏。哼，像我们这些整天以其他游戏玩不完，我要准备玩《恶灵古堡》，最近在玩《进击巨人》而已。巨人是不是六月会出中文啊？我日文都已经玩过了。好玩吗？这个他就是一直杀巨人而已。我想买那个假面骑士创生。哎呀！我要钢弹创后者，那不好玩。哇，敌人喷撞到人，他撞到挡风玻璃的喷血真的是。喂。看你们撞车，超过你们了！哎呀，我也撞车。你自己也撞车。你能不能快一点啊？没关系，我可以转一圈，回成正的。哎，有要先去左边那边登直升机吗？什么直升机啊？应该是不用，没有啊，就是之前玩的时候，他们会分两台车，然后一台就是直升机一飞起来就炸掉了。快！不是完全看不到。哎，原来我的副驾驶座有人了。我啊，这局就交给你们了。打不准的。哎，还有人没上来。都上来了吗？哎呦，太近。
你今天面对那个直升机，我就可以打中了。可是你要在它的上面，不要在它下面。因为这该死的 news 也是不会往上打的。哇，好快啊！死了吗？还没。哦，那个交给他们打就好了。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。我已经打包一台了，要台包。这些直升机如果没有全部打掉的话，那个就没办法过关了。嗯，打掉了，还有一次，左边的架来了。小心哦！炸弹反击！还有下面。最后了，没有看到敌机，下面下面吗？下面，还有下面。爆了！爆了吗？我看他往下坠了。你都走了？哎、欸，好像还没爆太久。哦，爆了，爆了。最后两关，这个飞得更慢。不要发射，它不稳。哇，好难降落、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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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水水水水水！啊，看到了，这是应该可以。你直接按那个滚。滚的按下去看比较准的，成功。我是用那个驾驶下面那个窗户看的，就跟一般直升机一样。